各位好，趙老闆各位好，咁啊容許我介紹一下我哋Omentin 呢個 project 嘅 design 啦。其實大家咁正話，大家行過示範單位啦，你見到所以我留Palmer 嗰邊，我遲啲先講，我先講講我哋其實今時今日呢一個 project 啦，喺 RLP Asia 入邊，我哋不嬲都著重於可持續發展同埋日宜居城市，正正好多謝英軍集團佢哋同我哋嘅理念係不謀而合啦，大家一齊就好努力去做咗呢一個 project 嘅 design。呢個 design 有一個好特別嘅元素啊，佢有超過咧係120,000尺嘅休閒共享嘅空間。咁呢個我相信喺任何一個樓盤嚟講，都比較特別嘅一個配套。咁首先有超過85,000尺嘅户外空間咧，叫做 on the fringe。咁於大家嚟到見到呢一個好大型嘅模型啦，你見到就呢個有230米長嘅空間，咁入面有我哋其實成個 project 有超過110種嘅樹木嘅。咁呢個230米長嘅空間咧，係正正圍繞住成個樓盤嘅户外，係做到一個城市綠洲嘅一個感覺啦。喺呢個230米長入面咧，我分開有幾個 zone， 有一個係其實大家疫情之後咧，對於户外空間嘅需求咧，比起以前係多咗嘅。譬如我自己為例啦，去做運動已經唔再成日喺 gym 入面啦，已經甚至做 gym 都喺户外去做。咁我哋呢個空間正正迎合咗大家生活上嘅改變啦，疫情後嘅生活改變啦，做咗啲小朋友嘅户外空間啦，jump and rope 嘅 area。最頂部比較近嗰個位咧，就係有一個我哋叫做 chill and relax， 即係比較大家可以休閒散步坐喺度喺户外個空間度傾偈啊、散步一個空間。兩者中間呢個位咧，就正正我最愛嘅，就係一個户外嘅運動空間。咁可以做引體上升啊、掌上壓啊、其他嘅户外 TRX 一啲嘅訓練咧，其實非常之好嘅。講完呢個 The Fringe 之外，當然我哋要提及一下我哋個會所啦。個會所有超過3萬幾尺嘅空間啦，佢有3層高嘅，由頂去到底啦。成個設計其實用咗好多將外邊嘅景觀去引入去呢個户外嘅室內嘅空間。我自己見到做 design 嗰陣時，其實好開心可以做到一個50米嘅室內泳池。咁呢個對於喜歡游水或者户外一個非常吸引嘅 feature， 亦都有一個25米嘅恆溫泳池啦，同埋好特別嘅下面有一個室外嘅運動場 sports hall。咁呢啲嘅配套我自己比較中意運動，而我相信喺個疫情後嘅生活，大家對於運動健康都非常之著重。另外一個比較好嘅亦都特別嘅 feature 咧，喺後面你會見到咧有一個3層樓高嘅兒童遊樂嘅 adventureland 嘅空間。我見到我都好希望自己係攞翻細路仔，因為佢一個9米嘅斜滑梯，俾啲大啲嘅細路嘅，俾佢中意挑戰自己嘅，亦都有個4米嘅斜滑梯。咁相信小朋友係會非常之開心啦，家長亦都好安全，因為做 design 嗰陣時候，你發覺咦可以用人車分流，俾一個好安全、好舒適嘅空間俾啲細路仔係會最好嘅，咁家長都放心，所以就擺咗一個新圈 corner 下邊。咁當然下邊亦都有佢嘅一般嘅大型嘅一個banqueting area， 有 gym 啊，咁同埋個 children's area 附近都有一個空間可以搞生日 party 嘅，所以室內同室外嘅配套咧做得我哋都覺得係非常之迎合而家成個市場嘅需要，亦都可以即係打動大家對於成個design 嘅配套係非常之充足嘅。啊，今日好開心啦！同大家上咗嚟可以睇到我哋嘅示範單位啦，咁相信大家都會對朗怡坊有更加多嘅進步嘅認知啦咁樣。咁而家我哋咧就密磨緊估緊嘅啦，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嘅，我哋有機會24小時內會上架單。咁所以我相信我哋好短嘅期間會就再見面。即係開咗價之後就會開隨即開俾你，係冇錯，係咪都係隨即收票啊？應該係啦。你今次我見到你開二 A 同埋二 B 期都有視頻啦，後尾會唔會先推 B 一期先？好我哋而家二 B 期嘅話，我哋意向咧係用價單發售嘅，而二 A 期咧，我哋意向去用聽打做招標嘅形式，因為二 A 期嘅單位係比較大啦，同埋特色啲嘅。即係價單係會推二 B 期先？應該會係。話估計個價會參考啲咩項目或者咩地區啦，又或者同埋而家九龍區仲有另一個新盤準備會推啦，會擔心都會加大個競爭。
亦都上次咁講啦，其實九龍豪宅同埋近期嘅站頂上面嘅物業嘅話，都係我哋嘅參考嘅價錢嚟嘅。另外，其實即係見到譬如港島南岸嘅一個新盤咁樣啦，佢都開得都平嘅，咁但係見到佢第二輪其實都唔係好去得曬啦，亦都擔唔擔心話，即係其實而家個市況都未回復得好好，其實都會影響嗰個區房嘅速度。我哋對朗賢峰無論佢嘅打造啦、物料啦，我哋都係有信心嘅。咦，咁兩期都有機會，係咪喺銷售安排都推曬兩期出嚟咧？即係我哋容後再公布啊！今日我哋想帶大家睇下個示範單位啦，同埋我哋將來嗰個嘅部署俾大家知先啫。都好快會見啦，好似係啊，我又係第一批有幾多貨啦？加單我哋如果二 B 期嘅話咧，我哋推出可以少過115貨。真係其實個盤係唔止兩個租契嘅應該，即係仲有其他市場啦。我哋有啲部署，我哋同埋再公布俾大家睇。即係暫時如果開俾客睇，都係開呢兩個先。冇錯。即係聽日就會開㗎，即係如果開埋價，聽日就開示威俾客。聽日我會再一個公布詳細，我聽我哋個部署係點樣啦。即係如果聽日開咗價嘅話，最快都有機會下個禮拜六開。呢個係有機會四月內我哋會開發。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